今天有没有带录影带带录影？那我想就是先宣传一下自己的表演哦，就是二月二十三号在中正纪念堂的户外广场里会有一个演出，然后如果下雨的话会移到，二月二十三号会移到哪里？我有点忘记。在请大家就是关注我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然后会把消息拖上去。现在不要用手机。好，然后哦，三月十号跟叶子，就是等一下，表演者也是邀请我来这次演出的叶子，我们会在小地方有一个就是共演的场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看。然后这几场的演出，配置我自己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今天是这样，就是到时候可能是 加入，然后会加鼓手什么的，反正大家来就知道了。对，所以希望这两个场合都可以看到你们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叫《浪漫天使》。对，二三。好，给大家喝个水。 是我的很难，对可贵的喜欢，从不够勇敢。生生唱着慢，就用远程呼吸穿帆，一场在三个字，不如就明目张胆。需要一片海洋，接纳承载的。
谢谢。好的，我要唱快乐的歌了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，就是在冬天，然后就是温差大，然后我现在手黏黏的，好讨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手，好像不是手汗，应该不是，我通常不会流手汗，应该不是。然后下一首歌叫《卖场推车》，卖场推车就是现在的卖场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弄，就是从十块换到有吗？现在还有，我很久没去大卖场。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在那个，这首歌的来由还蛮妙的，就是好不讲，就废话太多。我们下次再讲吧。还有三首歌要唱哎，好，我是不讲，然后你们等一下有一段旋律可以跟我一起唱，好，很简单，不用担心，不会弄，哇哦。喜欢逛红饭店，把秋刀鱼当宵夜吃方便。哎，家里有没有泡面？没有。老妈说，你老爸为什么比我啰嗦？要买的东西突然变那么多，哎，买个呗啊，拜托。怎么会也没有你宝贝，全世界你最美。